分享一首诗，这首诗也是我非常爱的一首诗。Thank you.
信仰在你生命当中占了多少部分，他给你了多少事情，他给你了多少震撼。让你在听别人的见证，好感动，让你在看别人的成长过程，嗯，好棒。可是不管怎样，那永远都是别人的故事。那你自己呢？你自己的故事在哪？每一首诗，每一句圣经节给你的感动跟震撼的，这是真心去祷告，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，你会发现你的故事会一篇一篇的写出来。也许有一天，你的故事比我还要感动人，比我还要震撼人心，那才是属于你的灵命成长。信仰就是这样。当然，也许在座有一些比较年轻的人，他有点说：“我现在才十岁，我现在才十五岁，我还没有开始经历人生，我还没有开始经历信仰的大风大浪。”没有关系，因为你还年轻，你可以开始装备你自己，努力跟神建立好关系。那如果你已经有一点点年纪了，其实你应该知道。你有你的诗歌，你有你的创伤，你有你的感动，只是还没有机会跟大家分享。我期待当你听完这堂课之后，慢慢的把你自己的信仰、你的故事、你的感动写下来，那才是属于你自己的，别人都读不着，好吗？因为你说要感动嘛，但是我的还是我的，你的才是属于你自己。这就是幸福，这就是见证。当你用这种态度下去，用这种精神下去，你会发现每一首诗唱出来都是感动人心。 OK， 好，那接下来呢，剩下一点点的时间，我想跟大家分享来唱诗的快乐，不是教，我相信大家都会唱耶稣爱我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唱过？有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一个，没关系，我们先来看一首。其实现在网络很发达，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合唱团的唱。他唱的虽然是台语哈，不过我们听。
到老的，伊要带我去天地，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有记载的圣经，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。听了前奏，我就开始。